我们先问一下老师，请问老师打字的速度快还是慢？好不好？哎，不是老师都要通过认证吗？啊？打字打字不是有考试吗？你都没敢扣过。啊，这样不行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有写一篇文章叫做《学习输入法时代已经过去了》。啊，这样是好还是不好？你有发现我是用不相密的嘛？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是大学的时候用的啊。但是不管哪一种，我们现在用的输入法，你要快，除了注音以外，你其他的都是要背所谓的字根，对吧？哎，你才会快嘛。事实上，注音也有背字根啊，因为你有背波波波波嘛。只是因为从小就会，所以你不觉得有背过。好，那现在呢？因为语音输入算是还算蛮成熟的，还算蛮成熟的，所以其实呢，我们在 Google 文件里面，或者像这个 Speech Notes 都有，甚至手机上有没有？也有哦。哎，所以我们先从这个给您看一下好了。比如说在这里，如果你用 Google 的，当然用 Google 就是要注册嘛，因为你要有 Google 账号，对不对？那另外那个就不用哈，所以我先开一个空白的文件，我们可以来试一下。那你要到哪里找？从这边工具里面有一个叫语音输入，是的，是的，简报也有哦 ，Google 简报上面也有，好，也有哈、哦，点进来。那第一次呢？第一次按下去的时候，它会跳一个，问你可不可以让我用你的麦克风？你要按允许吧，哈、哦。OK， 所以我们就来这边。允许老师，我们今天来到逢甲大学。哦，好准哦。进行研习，一般性的语音输入都没有太大问题。可是如果是专有名词，可能就多多少少没办法那么精准。各位老师有发现他有刚做什么事情吗？修正大数据嘛，精准，他是近准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有在连线在网络上的时候，他会再做第二次修正。等于说我第一次，不是你按的，不是我按的，他自己自己的啊。我刚刚哪有按什么？我出几个水呢？出几个水有加后用吗？对，他会做修正，当然不可没有办法完全百分百都正确啊。可是老师有没有发现准确率还算蛮高的，尤其是口语化一般讲的内容。可是你有做口语的练习吗？没有啊。哎，就是先慢一点。你答对了，我有很明显的断句，而且我特别有不要讲太快，还有我发音尽量标准点，没有含卤蛋。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就是慢慢讲？因为你有时候讲太快，容易他前面还没辨识完或还没修正完，你就他后要急着帮你翻译后面的嘛，所以我速度有放慢一些，还有我断句比较明显。好，那老师用到这边看到除了要修几个以外，有没有发现还少什么？对，标点符号来这里这个地方，真的有吗？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在这里自己加啊，啊，你要全部用打他在自己家。这样是不是比较快一点？而且 Google 文件有个好处，要不要存档？不用啊，因为它是云端自己存啊，对吧？那另外一个其实也是雷同啊，所以您看我们在这边，在这里另外一个叫做 Speech Notes， 这个是连登录都不用的，但是呢它需要选择语言哦。好，你在这边要选择语言，台湾的，对，那一样，我把右手边我这里放大一点哦，哇，它会卡到这里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就按下去，有没有第一次还是要允许嘛？现在我们来用这个语音输入来把文字输入，效果也还不错吧？刚刚您也有看到他在做云端辨识的部分，有没有？哎，老师有没有发现这里哪里不一样？他在断句之间有没有帮我们空一个？对，这个差在跟 Google 不一样。
因为 Google 的语音输入它基本上主要原本手机上有没有？也有，它主要是来做命令用的嘛。所以通常它是一句一句，它不就不会帮你加这个。那你看它右手边有看到了吗？有没有什么标点符号？但是它这边是半形，刚刚 Google 是全形哦。只是它的好处是在这边，因为它已经把断句的地方是不是都已经有帮我们空一格了？你是这样会更容易找到你断开的地方。这样老师满意吗？小米，练得好啊。老师的要求比较低哦。我通常不觉得到这边还不太满意，因为标点符号毕竟还是没有帮我们准备好嘛。所以呢，我有另外一篇文章哦。OneNote 你要跳文章哦，除了可以从这边有没有这样来，也可以进到这边之后，从上面这里有没有一样可以换？好、哦，啊，如果老师觉得这篇不错，可以写个笔记哦。右手边有没有笔记？哎，你可以写笔记，可以写多个。那因为待会我们下一个主题就要讲到 OneNote 了嘛，所以我顺便跟你讲一下，这里也有手写笔记。哎，也有手写笔记哈、哦，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画面直接抓下来，像我现在白板上用画的，这样也可以。好、哦，这个是等一下我们会用到啊，如果不要，你可以把它先隐藏起来。好，我就从这边，因为这样子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，尤其各位老师现在有一个东西常常会带在身边。啊，有的连对吃饭也用，上厕所也用，睡觉也放在旁边，那个叫做手机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你看一下，来，这个呢是我去那个，哎，直接从进到 YouTube， 这个是在看一下，哦，这个是那个太平的那个那什么。国小，好，您看到我就直接跳后面了哈。好，有点模糊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对对对对，解析度那个地方哈，这里调整一下，有没有视力就变好一点了？有哦。有的说我们很慢，有的说非常慢，有的说超级慢，但是行动装置上没有办法很慢。今天来到台中市大农国小进行研习，用这样讲的，有的比较快一点。这样有没有发现标点符号自动上去？打字一定比较慢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，隔壁有小朋友在上课。这样有没有比较容易一点？因为它变成一个输入法嘛，所以你在行动装置上，比如说你用 LINE 啦、FB 啦，或者要记事，是不是相对快很多？所以现在如果你看到有人对着手机在讲话的，他不见得是在跟别人通话，也不是这里有问题。他可能是在输入哦，所以你不要吵他。这样了解吧？好、哦，因为它变成一个输入法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不错了。当然，如果您直接用标准的，我们一般就是 Google 也有单句的语音输入，其实也可以用啊。只是如果你要讲比较长的，然后呢又希望他有帮我们把标点符号弄进去的，这个时候 Google 它能够做的就比较少。所以我在这边用的是这个讯飞语音输入。哎，你可以参考一下，那个 Android 的跟 iOS 都有。不过其实如果你是苹果咬一口的那个 Siri 也不错啊， Siri 本身的辨识度也很高啊，对不对？只是它我记得是没有逗点啊，一样是没有标点符号。也许你可以试看看，因为我们家没有。这样 OK， 好，所以这个是跟老师稍微介绍一下。所以为什么说哎，其实现在学习的方式真的改变越来越多了，跟我们以往的学习真的大翻转。